喂，你最近心情状况还好吗？因为前阵子有一些跟感情上有关的。很好啊。你可以稍微讲一下，就是媒体的传闻是真的。应该是说我们两个人都在往都想要往那条路上走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三二一，谢谢全台观众支持《当男人恋爱时》。电影《当男人恋爱时》全台票房破3.8亿，举办谢票记者会，是说徐仁宁之前被传蜜婚又离婚。地上维维利，维利最近心情状况还好吗？因为前阵子有一些跟感情上有关的。很好啊，对，很好，感谢了，谢谢。Thank you so much. OK 哦，怎么可以啊？可以稍微讲一下。应该是说，我们两个人都在往，都想要往那条路上走，但是没有成功，所以还是谢谢大家关心，那现在一切都好。喂，你刚刚说到往那条路，我们都很好奇那条路是指哪一条路？是有结婚，还是说只是借题分手而已？就大家都有共识往婚姻那条路走，对，然后但是没有成功，所以现在是在一个很和平理性的状态之下，现在是朋友，所以谢谢大家关心。这就是有个签过结婚的人。那跨度没有结束。谢谢大家。好啦，拷问完感情问题，让我们回归一下电影。哎，票房成绩这样好，粉丝有没有什么好看福利啊？我到现在还是会不定时的进戏院看电影，所以很有可能，下次我会坐在你旁边。哇！我不定时也会在你旁边。小心下一个地位升职的可能就是我们。对，我已经去影城打工了。都在那里埋伏，都埋伏在那里。那时候就是一开始票房攻略有讲，如果有破亿的话，需要露一些流量抽水。哦，有今天有穿拉链的来，可以拉是吧？本来我今天里面不是要穿 T 恤，然后被电影公司提醒说今天里面要穿电影 T 恤哦。里面是空的。没有啦，里面原来是一件小可爱。对，但我又怕，因为今天可能因为站在邱泽旁边，我怕他会起色心。刚想说还是会固定期的去买衣服，对，然后会约吗？没有，在我之前是在高雄，第一次。想进戏院看自己的电影很难到票。哦，就穷的在不同的城市看的是不是？对，不是你让自己微服出去看电影，微服就是自己埋伏出去，对，就是都没有被认出来过，还说我们没有，你都怎么样？各种办公室都有装镜头，戴帽子戴口罩啊，就是你的眼睛眼睛太好认了，对，你的眼睛这么的。应该戴眼罩。干嘛撩他？上次导演说他太过分了，谁？那个观众没有把尊重带出来。没有啦，戴着口罩，然后去赶高铁，然后可能那个粉丝，然后就埋伏在高铁这样，然后我就这样走着走，他就远远就说，哎，那个，然后我就。